他本来是要刻什么呢？八仙大脑洞啊。那另外那边的人可能觉得说，啊，我刻出来大家就看得懂了，为什么要特别去写那个字？所以他就没有写。所以八仙大这样的字就不见了，只剩下脑洞了。那中间这个是一组，旁边是一组，中间又是另外一组。那这半边哦，就我刚才讲，这半边是什么东西？它是上面又写字。这次算是比较好心，怕你看不懂，所以他们又写了字，写什么字呢？告诉你说他刻的那个故事是什么。这里有写字。就这边这一区块。金塞，金塞破金塞。啊，是演这出戏，金塞破金塞。演的是这一出戏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没看连续剧，也没看小说。三国，这也是三国的故事。孔明七擒孟获，真难满七擒孟获其中的一段。金塞破金塞，孔明在哪？孔明在豪杰，你在坐车，孔明都不听呗，不出门。